云教子小姐，您是桂剧翘楚，一代名伶，来参加这次酒会，有没有可能登台献唱啊？对不起，暂时保密。那么，云教子小姐，您这次受张长官的邀请，来此献艺演唱桂剧，再加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要成立了，您对此有何感想呢？你问我感想，那我觉得，不论是国军还是八路军，只要能够打日本鬼子，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，都是我们的民族英雄。哦，谢谢您了，局长。凡是生日，给我多加小心。是。我是戚本忠。李座，苏若水让人抓走了。被谁呀？在什么地方？在叠彩山这边。不许乱动！你要是乱动的话，我就一枪打死你。他们伤不了你，有我在呢。把枪放下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打死他。你看够了没有啊？没有。我看一辈子都看不够。花言巧语。我呀，只想赶紧把你娶进我们戚家的门啊。我知道，这不现在关键问题是你母亲吗？我知道她看不起我们唱戏的，她就不愿意跟戏子在一块儿吗？你妈要是知道我跟你在一起谈恋爱，会不会疯了？你没
没那么严重，就是得给我点时间，我得回去好好做做我妈工作。哎，在我做通我妈工作之前，你可千万别让别人。我知道，按照原先的办，继续保密，做你的秘密情人七本钟。我这辈子呀，非你不娶。